我们在他们面前，只不过就是没有反抗能力的一条狗。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，宣誓人舞剑。我从省里到龙岩县去，就是要办一件大案。林少，刀疤木匠两兄弟没教养，用暴力手段胁迫我。从今天起。 我们就能这么干净钱了。再好的故事，放大也是有漏洞。因为故事毕竟是故事，在黑暗中待久了，就习惯用更黑暗的方式去解决问题。做了不该做的事，过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心虚吧。我想挽回，都死了。 罗元县还不姓陈，有警察，有法律。第五个，他不能再出岔子。我已经提到上级，重启六六跳案。如我们这儿还有古幻的话，您觉得应该怎么办呢？用幻必究，把枪放下。 你以为是谁？狐狸迟早会露出尾巴的。